亲爱的，下来亲一下，看瘦了没有？面对疾风吧！有。哎呦你妈！没事，我们到外面去测。兄弟，下来一起把这抬上去。欢迎使用地棒。亲爱的，你按卡上先开走啊。亲爱的，哪有车啊？美女，那你衣服不给进水。你别笑！先生，我去玩那个，你玩滑桨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我们的滑梯限重500斤，你有没有超重？我才400斤，你这么喜欢吃草莓，不如尝尝这个安慕希丹东草莓酸奶，是来自丹东原产地的草莓做的酸奶哦。丹东草莓可是草莓中的王者呢。有。亲爱的，你是在减肥吗？看一下刚才的数量。面对疾风吧。冲称象，新热大象走上小船，待船身下沉稳定后，喊上气号，随后把石块搬上空船。随着船上石块堆积数量越来越多，待船身下沉到记号处，再把石头全搬下船，分批称一下石头的重量，最后就能计算出大象的重量了。哎呦你妈！老雪，你要老婆不？只要你开金口，我马上就给你送来。那你送来吧。好，君子一言哦。你准备准备，今晚就等着洞房花烛夜吧。快进来啊，还在那里愣着干嘛？
赶紧进来吧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他就是老许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穷了点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，争取明年升职足球队出来。来吃饭了。啊，你我随便就好了。老许，我来了。老许，村长，你给我介绍的老婆，我实在养不起了，可以退回去。老妹儿，走，这家养不起你了，哥带你换下一家。金鱼，还活着！闻起来臭，吃起来很香。冬姐，这也太好吃了，我还要吃。那你吃蛮好吃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你。冬姐，我起不来了，那你先休息一会儿。啊？怎么那么臭？闻起来臭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嗯，我一定要吃啊！一号，我无心刺到。Thank you.